Jeez.解起来这么费劲？我看李胜不是一下就解开了吗？为什么？我研究过，这个是八卦锁，不懂艺术八卦之理的人，就算知道解锁之法，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。你再想想，你还研究过？哎，说。 这算不算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啊？没事吧？没事儿。